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72面。愿力宏深第29。念老为我们简介本品显彼土所有菩萨均愿力宏深，决定一生不处。这个提示非常好，告诉我们修学大乘的人一定要有坚定的誓愿，知道自己方向跟目标，永远不会偏差。坚定意志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决定成就，这个成就就是一生不处。一生不处是等觉菩萨啊，在菩萨位次呢，这是最高的啊，也就是居住在十报庄严土，它是最高峰的。再向上提升，就是究竟圆满的妙觉果佛啊，是真正的无上真等正觉啊，圆满的菩提果报。这是大乘行人啊，所以他样样都放得下。在十报图里面，41个位次，前面10个位次是实现，实现在哪里呢？实现在十法界啊，实现菩萨没有离开十法界，所以通常讲化身菩萨了，就不提实现了。从十住初住算起，是41位化身大士啊，这41位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40个位置加上等觉啊，这41个位置，他们住报土啊，实性菩萨住方便有余土，六道凡夫住在凡圣同居土啊，就是六道轮回。我们学佛之后
才真正把这桩事情认识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轮回必须要远离，方便土等于说是中途休息站啊，虽然还不错，那也不是久居之处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一定要回归到十报土。啊，十报土也叫做一真法界。啊，这是对十法界来说的。十法界是刹那变化了。经教常讲无常。设法界没有一法是常住不变，找不到。虚空呢？虚空也在变化，不过虚空变化我们不容易觉察，为什么呢？它是真正的相虚相。前一个虚空和后一个虚空没有差别啊，不像有形象的，有形象的色相，无论是精神无论是物质啊，我们讲色相，色里头就是精神，相就是物质啊，它有变化啊，它的变化决定没有一个相是相同，也决定没有一个念是相同啊，所以称之无常啊。十报庄严土啊，它没有变化啊，所以它那个相虚相呢，真正叫相虚。啊，设法界里面是相似的相续，因为不可能有两个相是相同的。啊，这个我们从波动现象里面能体会到，啊，不可能两个波动是完全相同，啊，都是相似相续。事实真相了解之后，我们就不再迷惑了。啊，一定要回归到本位。啊，本位是你本来是佛。要回归本位。这个方向目标要是定住了。真朝这个目标方向去走了，这就叫发菩提心。真正发菩提心，啊，菩提心就是清净平等觉，啊，菩提心才真正肯定承认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法是自己，啊，跟自己决定无二无别。啊，所以自信里面的慈悲心就生出来了。啊，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啊。啊，简单的说，对一切众生没有条件的帮助他离苦得乐。帮助他离苦叫悲心，帮助他得乐叫慈心，那合起来叫慈悲。慈悲是心德，自性里头本有的。
啊，觉悟了，慈悲自然从自性流露出来，啊，那是真慈悲啊。我们现在没觉悟，慈悲是假的。所以佛在经上把慈悲讲成四种，叫四缘慈悲，啊，四种不同的慈悲。啊，慈悲就是拔苦娱乐的心，帮助他离苦，帮助他得乐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世间第一种人叫爱缘慈悲。啊，我爱他，喜欢他，哎，他有苦，我帮助他离苦，帮助他得乐。啊，这是人世间的。心量很小啊，啊，普通一般凡夫都是这种心，啊，第二种心大心凡夫，啊，凡夫里面比较觉悟，啊，他不但爱自己的家人，他能爱一切众生，就是这个《弟子规》里面讲的。凡是人皆须爱啊，这种慈悲呢，心量大了，叫众生缘慈悲啊，对一切众生都能生起慈悲心啊，可以说这是世间的圣贤。啊，六道里头有啊。啊，像孔子、孟子他们所表现的，啊，乃至于尧舜禹汤，中国古代这些大圣大贤，啊，所谓是博爱呀，啊，仁慈博爱。第三种呢，是菩萨，大乘教里面的菩萨。叫发愿慈悲，他明白了，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这叫发了，就事实真相了解了，明白了，我们对一切众生范围就大了，不但对人，对动物，对花草树木，对山河大地，啊，真的是一片慈悲。这是菩萨，化身菩萨，啊，他是化缘慈悲。到成佛了，佛称为无缘慈悲，没有条件，啊，他确实是一体。啊，这个层次，如果我们用广义的说法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可以包括在这个里面，他们是无缘慈悲。为什么？他无明破了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当然是无缘。啊，那发愿慈悲呢？实性位的菩萨是发愿慈悲。初住以上呢，是无缘慈悲了，也能这样说法。啊，如果狭义、严格的来讲，啊，那只有妙觉是。无缘慈悲啊，化身菩萨都是化缘慈悲啊，所以这是两种说法不同啊。总而言之，慈悲太重要了。
古德早就说得很清楚，什么是佛法？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这就是佛法。佛法是慈悲为本啊，没有慈悲就不是佛法，因为佛是觉悟啊，觉悟的人哪有没有爱心的道理？迷了才没有爱心呐、啊，才自私自利啊，不顾别人痛苦啊！真正觉悟的人，他慈悲心一定升起来。啊，看他慈悲所缘的对象，慈悲心的大小，啊，你就能观察出他在菩提道上是哪一个等级。啊，一看大致上都能看得出来。啊，所以学佛不能没有爱心。啊，还要给别人烦恼。啊，还要给别人痛苦。这不是佛法。这不是学佛啊，那是魔喜欢给人烦恼，魔喜欢让人受罪啊。魔造业，佛菩萨不造业中国古人说的两句话说得好，玩弄人是无德了，是不道德的行为啊。啊，玩物丧志，玩人缺德，这不应该的。啊，所以学佛目标要确定啊，我们今天的目标锁定在往生极乐世界坚持这一个方向目标，身体在这个世界与大众相处，要学菩萨随缘妙用，随缘是恒顺众生啊，妙用是随喜功德，随喜里面成就自己的功德，不是福德啊。怎么成就呢？顺境善缘，不起贪念，没有贪念的心啊。逆境恶缘，不生嗔恚，这叫妙用啊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什么境界，无论什么缘分，善人恶人，通通都是清净平等心对待啊。所以这古人所讲的用平常心，平是平等啊，常就是清净啊。平常心是什么心呢？不分别不执着，就是平常心。
平常心就是佛心了，清净平等觉悟，这就是佛心，这就是自信，这就是真心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这是大乘根性。下面说，若有本愿呢，为众生故，虽生极乐国土，不舍我世众生。这慈悲心特重的人。这里头有感情。虽有情，他觉悟，他不迷。这是菩萨。菩萨玄奘大师把它翻成觉有情。他情没断，但是他觉悟，他不迷。所以从字面上就是觉悟了的有情众生。如果那个情断了，他就成佛了，就不叫菩萨了。这个翻得要非常之好。所以情识要放下。放下，菩萨道上就没有障碍了。妖魔鬼怪障碍你，该障碍你什么？就是障碍你的情呐、因为你执着有情，他就障碍你。你把情放下了，魔王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对你丝毫不能够伤害。能伤害你，伤害你的名闻利养，伤害你的情执，你名闻利养我都不要了，那他就障碍不到了嘛，很简单嘛，情执我放下了，他也不能障碍你了，魔对你束手无策，那怎么办呢？投降了，真的，他给你当护法了，他不能不佩服你。这些道理，事实真相，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透彻啊！我们多读多学习这些事情印象都很深啊！我们在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了，什么障碍都没有所以你也晓得，障碍的根源是在自己，把那个障碍的根到断掉的时候，谁都障碍不了。障碍你得名，你不要名，他怎么障碍？障碍你得利，你不要利。总的来说，世间人不就是对名利看得很重？这个最后的难分难舍的亲情。你只要这三个字，名利情，这三个都放下了，波王摩旬就对你投降了。这是有一类情执还没放下的人。虽然生到极乐世界，他还常常想着六道众生。六道里头跟他有情的这些众生。还想去帮助他，去度他。故入生死，救度众生。到极乐世界有这个能力前面说了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，他也是天眼洞视。天耳彻听，他心便知。不但我这一生的家亲眷属，我知道我看得清他在哪里，看得清楚。他心里有什么念头都知道。
他有苦难，他求帮助了，肯定你去帮助他。你能够现身，你能够说法，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。啊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四十八愿有这一愿，第三十五愿是前讲前面一生不出，自己成就。第三十六愿教化随意，就是这个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就能办事啊。办事不是自己争回来了，分身回来了，他有这个能力啊。本身还在阿弥陀佛讲堂坐在那儿听经，分身去度众生去了。你要不到极乐世界，你哪来这个本事啊？你要靠自己修成这个本事，要多长的时间？不止五劫，五劫做不到啊！啊，佛在《大乘经》就要常讲啊，要无量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自己要有能力修到初住以上的地位，你才有这个能力啊。到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加给你的啊，借着阿弥陀佛的光啊，不是自己啊，这一定要知道啊。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就晓得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。啊，不去，简单的说，阿弥陀佛的光你就沾不上。你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利益，就沾阿弥陀佛的光，用阿弥陀佛的名，用阿弥陀佛的威德，庄严自己，啊，自己能够代佛度化众生。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我们要知道，要真干。啊，骨肉生死，救度众生。啊，他真能做得到。于令设法一切众生皆得往生，皆得作福，辗转救度，无有穷尽啊！啊，所以纵然是凡圣同居土往生的菩萨，他们在极乐世界修学的真实功德，不可思议啊！屏幕佛赞无量寿佛恩德无极啊，这个赞叹是有必要的。阿弥陀的恩德太大，知道的人不多啊，疑惑的人多，迷惑的人就更多啊，所以确实有赞叹的必要。请看经文，佛赐阿难，彼佛刹中，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，皆当究竟一生不出。
啊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为出大愿，入生死界，为度群生，作事之后，款大加州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遂生无主卧室，视现同彼，直至成佛，不受卧趣，生生之处，常时虚命。这是不学卧道有情啊，发愿回入娑婆那度众生啊，这些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注解上有本品正啊，这就正是弥陀第三十五愿，一生不出愿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决定在一生证得不处菩萨，就是等觉位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。阿弥陀佛帮助菩萨啊，帮助到什么地步呢？帮助到你毕业等就是博士班了，博士班毕业就成佛了，那等于说他供你去念佛啊，完成你的学业。这不得了啊！啊，你在佛法里头哪取得了最高的学位？妙觉佛果，第三十五愿曰：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不出。这跟前面一十万年相同，但是下面话。出其本愿为众生，披弘誓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戒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遂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我趣。这一愿里面。就说明啊，确实有菩萨悲心特重，自己没成佛就要去度众生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帮助他，他就真有能力了，啊，真有神通，真有智慧，真有能力，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他有愿为众生，先度众生，像地藏菩萨一样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众生没度尽，我不愿意先成佛。啊，地藏菩萨就是愿，大家都成佛了，我最后成佛。所以地藏菩萨的弟子学生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成佛了。你们如果展开地藏本愿经，你看开头。地藏法会从十方来的这些听众是谁呀？都是诸佛如来呀！啊，一尊菩萨带两个使者来参加这个法会，
所有经里都没有看到过，来的时候跌的十方菩萨声闻缘觉，只有地藏法会后来参加的全是诸佛如来啊，诸大菩萨，那是什么？地藏菩萨的学生啊。学生虽然成了佛了，老师今天开法会能不参加吗？能不来捧场吗？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体现到地藏菩萨的大德、大行大愿。那有这一等悲心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了，他还想到这十方苦难众生啊，所以他是本愿为众生啊。啊，这个是念披，衣服披在身上啊，不念背啊，念披，跟跳手边偏是一个意思啊。披红石铠。红石铠是什么？是红是圆的啊。是红是圆真落实了。啊，红石铠。铠是铠甲。狭义的意思，专职持戒修定，这是菩萨的红石铠啊，戒律是铠甲啊，戒律是防身的让你身口意三业不造罪孽，这要靠持戒，靠修定啊！持戒是用你的意志控制自己，不造罪。得定呢，那就更深一层啊，那叫定功戒。你在定中自然不会有恶念。比持戒的效果就更强了，智慧开了，所有的恶业都转变成善业、善念，叫转烦恼成菩提。啊，慧没有开，你转不过来；慧开了之后，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，它转过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起心动念才能转，有起心动念就转不了。啊，什么时候转呢？法身菩萨转了。啊，也就是你在十法界里面你转不了，你都是用戒定。啊，你到一真法界，到十报土了，统统转了，那个罪业叫消化了。没有了啊，转八识成四智啊，啊，转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含藏种子，善恶种子全在那里面。你看，一转变为大圆净智啊，转莫那，莫那是染污啊，我戒，我爱。我吃，我慢，啊，这是烦恼的根呢、啊。嗯，转变为平等性质，转第六意识的分别为妙观察智，转前五识的造孽造作是他们去造的，为尘所作之，他转过来了。啊，说是不能断了，那一断的时候，你的善根也断了。
你的智慧德相都断了。啊，那个断是假借的字，啊，就是叫你放下。啊，实实在在讲呢，是转。啊，因为善恶是一体，同一个自性。啊，转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转变。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啊，你得会转才行啊！啊，在我们现前这个境界里头，最重要的转恶为善，转恶念为善念，转恶言为善言，转恶行为善行。啊，这是第一步。初步啊，我们今天修学要从这里下功夫啊，要把恶转成善啊，要把邪转成正啊，邪知邪见转为正知正见。啊，这是披红施铠，你才能教化一切有情众生。啊，怎么个教法？首先叫帮助他了，建立信心。啊，他对佛法没信心，他怎么学？你要劝人学佛，头一个要帮助他起信，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。他对佛教要不认识，信心怎么生起来？不认识那种信叫迷信呐、啊，迷信经不起考验，所以常常退信，常常会改变信仰。那为什么他没搞清楚？啊，必须先让他认识佛教，这个重要。你要帮助他认识。啊，学佛，皈依三宝。什么叫佛？什么叫法？什么叫僧？啊，他都清楚，都明白了。他肯相信，这叫真心，这个就不是迷信了。啊，三宝都在自信，不在外头。外头没有啊，外头要有三宝，那就魔了，不是佛。啊，佛法记住，心外无法。法外无心啊，法是心生的，佛法生都是法了，佛是心生的，是自心觉啊，法也是自心生的，是自心证啊，生也是自心生的，生是自心净清净。就是我们无量寿经的经题，清净僧宝，平等是法宝，觉是佛宝。啊，经题上就三宝具足啊，不在外头。自性觉是佛，皈依自性觉，皈依自性。皈依自性清净，真皈依了啊！我们今天说皈依，念个皈依的诗词，行吗？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如果你念这个诗词的时候，你这个意念上就转到自性上去，哎呦！
恭喜你，你真皈依了。啊，戒经上说，真皈依，你就获得36位护法神，日夜保护你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护法神佩服你，尊重你，自动的来保护你。你要有一个邪念，生起来的时候，护法神就走了，不再保护你了。那你一个正念回头了，哎，他又来了。那一个恶念生，他又走了。哎，他不是用情的，不是用情来用事的，他是来用法。因为你一念正的时候，你放光啊！啊，他见到你放光，他就来了。啊，一念邪，你光就没有啊，所以护法神用不着去求他，他不受贿赂的，你巴结不上的，你自己真有德行，他真来，忠心拥护，啊，没有德想巴结他、贿赂他，啊，讨好他，那完全没用，啊，他不会理会的。帮助人，头一个建立信心。有了信心之后，叫他修行，叫他发心。啊，必须在行里面建立信心，这个信心是真的。啊，结里头建立的信心都不可靠。啊，要在行里头建立信心，它才会不变，才不会退转。啊，修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，总的来说，修六度。啊，布施、持戒。忍辱、禅定、精进、般若，这真干了。与一切大众相处，修六合敬。啊，我说的很多。六度，我们自己发心去做。不要求别人去做，啊，要求别人去做错的。他对佛法真的深入了，真的了解了，他会自动去做，啊，不必去劝他。啊，为什么？真有好处吧？啊，我们不想发财，但是我们只想衣食足，每一天能吃饱穿暖，我就满足了。啊，知足常乐啊，没有贪心呐。啊，生活水平尽量降低。啊，我们到这边来做客，你看每天吃饭是10多个菜呀、啊，像过年一样啊，啊，宴会呀、啊。我们自己生活简单了，啊，每一餐饭几个菜，一个菜，要那么多干什么？啊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。啊，我对他很清楚，
他老人家吃饭，饭跟菜煮在一起，就是一小锅。那他是山东人，喜欢吃面食，啊，所以饭菜在一起，很简单。啊，从开始生火，啊，到吃完了，通通洗干净了，也诸位说，顶多半个小时，不超过半个小时的，多省时间，多简单，一天吃一餐。啊，我老师一天日中一食啊。几十年如一日啊！啊，我跟他的那一年，他70岁，我跟他10年。啊，这个生活方式太简单了。啊，一天的生活费用多少钱呢？那个时候，台湾钱。2块钱，他一天的生活费用，一个月60块钱。啊，和美金1块多钱，不到2块钱。美金跟台币兑换，那个时候好像是35块的样子。啊，所以一生不求人嘛。啊，剑客穿的那一双那一身中山装，大概有30多年。他学生很多。啊，有钱的学生不少啊。送他老人家的衣服，欢喜接受了，过2天送别人。啊，谁没有，谁缺乏，就送人了。内衣都是自己补补缝缝，我们都不知道，看不见吗？到他老人家往生之后，就看他的行李、袜子、内衣，全都是补。生活多快乐啊，多自在呀！啊，越是简单的生活越快乐。啊，他住这个小房子15平。啊，这个日本2个榻榻米是1平的，啊，他的房子就是。60个榻榻米，啊，一个小佛堂，一个客厅，一个卧房，啊，还有洗手间，就那么一点点大。一生是圣人的，不是凡人的。啊，他当时待遇不错，他一个月收入有400多块钱，他可以能过得很好。多余的钱全部使了，啊，就做好事去了，啊，自己生活费用那么样节俭，这不是装出来的，他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我到台中去之前，我晚上一餐就不吃了，也养成习惯了。所以看到老师吃一餐，我就试试，早餐那一段也不吃了，省很多时间了。啊，我吃到第8个月，我才告诉老师。啊，老师，我现在也吃一餐了。
多久了？说8个月了。哦，他一听说，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我正常啊。他做这一刻，永远坚持下去，一生不求人。古人讲，人到无求，品自高啊。啊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你说你多快乐啊，你多自在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苦乐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你自己找的。你自己要有智慧，你一生会活得非常快乐，非常幸福。啊，无求无争就幸福，就快乐。啊，你能跟所有众生和睦相处，能跟一切众生相亲相爱。啊，所以该放下的一定要放下。佛教给我们没有错误的，都是教我们好啊，没有教我们坏的。能够行，菩提心，菩提是觉悟，过觉悟的生活，这就是菩萨。然后再提升一步，行普贤道，普贤道跟菩萨道所差的就是心量。啊，普贤菩萨的心，念念为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没有一念为自己。啊，所以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成佛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心量小不能成佛，心量一定要包虚空遍法界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你自己本能本来的心量。啊，自信就是这样。啊，成佛就是恢复自己的自信，圆满恢复了心德。这就是佛陀。啊，菩萨虽然向这个目标迈进，还没有到圆满。啊，修普贤行就圆满了。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我道，这个身是应化身。啊，虽然是应化身，也永离我去。啊，永离我们就知道不是身永离。啊，身他在卧道，他度地狱众生，他一定到地狱现身的。啊，虽然现身在三卧道，他不受三卧道的苦。这是什么原因？他没有三恶道的业。他是菩萨，他示现在人道，决定没有人间的七情五欲，他没有这个。啊，他所有的呢是智慧德相。啊，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我们看他跟我们一样，实际上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心态不相同啊，我们自私自利，他大公无私啊，我们以为身是自己，他认为遍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，那怎么会一样？不一样。啊，这叫永离我去。啊，说凡生极乐者，不离安养，安养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必知一生不住。啊，
到十方世界去，那都是化身去的，应身去的。啊，化身应身，无量无边。啊，但有菩萨呢，发殊胜大愿，愿入生死界，教化众生。彼土菩萨亲闻弥陀说法，皆以所闻转教众生，故所说法亲承如来，故亦如狮子之吼也。啊，这是讲辗转救度。啊，他在阿弥陀佛那听的，回到众生界里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。啊，应身在十法界，在六道。啊，他把他从佛那里所听到的在转告大家，所以大众听他说法就跟听佛说法没有两样。啊，他传递的佛法不增不减。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世间佛身份，我们知道那是应身。清凉大师在《四十华严经题》里面说到这么一句话，世尊说的，他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是他讲的，诸佛如来所说。啊，等于说他辗转为我们说，他没有在诸佛如来所说经上加一个字。这个意思跟孔老夫子在论语上所说的那个意思完全一样。夫子说他自己一生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。啊，他说他自己述而不作，述就是讲别人，就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他一生没说过法，所说的法古佛所说的。啊，那么孔子一生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的，全是过去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所以后人称他为集大成者，就是他老人家把古圣先贤的汇集起来，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。啊，不是他自己的发明。啊，他的态度性而好古，他对古圣先贤同一丝毫不怀疑，正信完全接受。啊，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疏钞经帖》上描绘释迦牟尼佛，他也是这个态度。啊，实际上佛佛道同啊。为什么佛还这样谦虚？啊，经佛跟古佛完全没有差别。因为他悟入境界是同一个境界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，断除我们的傲慢心，好高骛远，总是自以为是，啊，亲证得菩提，跟古佛一样，所说的东西全是古佛说的。
都推献给古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己的真正谦得了，谦虚啊，不敢自以为是啊。这是大慈大悲教化众生，因为众生的习气就是自以为是，就是自己总比别人高一等。啊，你看佛跟圣人，他做这种事情，就把我们这个念头卸掉。啊，只是严重烦恼，不是轻烦恼啊！啊，莫那时里头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六我慢呐、啊！啊，我见就是执着生生活，啊，这头一个错误，跟着是我爱，我爱就是我贪，就贪，啊，我慢就是嗔恚。嗔恚是这个傲慢是嗔恚里面生起来的，啊，我痴愚痴，贪嗔痴，啊，贪嗔痴是与生俱来的，啊，宇宙开始有那一天，我们生命开始有那一天，贪嗔痴就带来了，就根本烦恼啊，啊，有这个烦恼。那你在这个世界就每况愈下，你滑坡就滑下去了。这三个东西要断了，你才有办法向上提升。啊，佛用的方法戒定慧啊，教导我们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啊，只要有贪嗔痴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的人生是滑坡，是往下走。啊，如果你有戒定慧，你把贪嗔痴放下了，你一定是往上走的，你往上提升。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！啊，所以闻清闻弥陀说法，即以所闻转教众生，故所说法清晨如来，夜如狮子之吼，就是跟弥陀说法没两样啊！这也给我们的启示。我们听到善知识教导我，或者是我们常常读诵这些经论啊，学习这些注解。学了之后，最重要的为人演说，你要欢喜为人演说啊！到哪里说了，哪里说都可以啊！只要你自己真发心啊，行菩萨道啊！啊，我们最初学佛的时候学讲经，到哪里学？到你家里学。居士同学家里啊，老师讲经听众很多啊，老师让我们跟大家结缘呢、啊，怎么结缘？站在大门口欢迎，见人来，经书送给他啊，年岁大的带他去找一个座位，把他安置好，就结缘嘛。那慢慢就都熟了啊，我们给老师做义工啊。啊，老师还告诉我们，啊，买一点花生米、小糖果，一个人分一粒，那多戒缘嘛。那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吗？花钱很少吗？啊，广结法缘。啊，认识人多了，自己听了老师讲经、学讲经，哎，我每个星期到你家讲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三个人听，五个人听，那就这么开始了。哎，星期一在这家讲，星期二到他家去讲，啊，星期三到那个讲，哎，不中断呐、啊，啊，天天有地方讲啊，听众三个五个就够了，不要太多、啊。这讲经是这么学成的。
那以后慢慢听众就多了，哦，十几个、二十几个、三十几个，那就搞个小讲堂了，啊，越来越多。啊，人少的时候，一面讲，他有问题马上就可以发问。啊，互相在一起研究讨论，大家都长进嘛，都在进步嘛。啊，天天干，天天不间断，你要搞几十年不就成功了？这不是难事啊，难的是你不肯发心，发了心你不能坚持。啊，你肯发心能坚持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，佛法才能兴旺起来。啊，所以这不是难事情。啊，同修家里不能天天去，天天去烦了，那家人不高兴。一个星期一天可以，哎，大家都欢迎。两天你就不高兴，你老来干什么？啊，一部经讲完，他喜欢，好，我们再讲第二部经。他不喜欢，就他家停止。别人家去讲去，啊，所以练习讲经要找个道场、找个讲台的时候，那不容易事情，啊，人家未必会让你去讲经啊。啊，我们学讲经，李老师就告诉我，你讲的不好。人家笑话你，啊，还可以接受你。你要讲得好了，人家嫉妒你，根本就不让你讲。啊，所以我们讲经的时候，老师警告啊，你要讲得好，你走投无路啊。都被他老人家预先说，我们真走投无路啊，啊。到处流浪，哎，好在认识人多，就缘多，哎，这个地方不能讲那个地方去了。啊，如果不是广结善缘，啊，那你真的叫走投无路了。缘结的多不怕，啊，所以到一个地方讲解，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，但他嫉妒心升起来，我走了，就没事了。过几年之后再来一次，好办法了。啊，常住不可能。常住在一处，自己建道场都会有麻烦，都有人来找麻烦。啊，所以我们干脆不建、不住、不建道场。啊，这比什么都好。啊，没有障碍。现在人争的就是名跟利。啊，没有道场就不跟人争了。啊，下面解释。还。以身。披挂铠甲，名为环。啊，这是古时候武士啊，在战打仗的时候，保护自己，穿上铠甲，啊，这叫环。啊，胄，铠也，甲胄是古代战士披衣于身，以防时时伤刺肉体。啊，这是比喻。用这个来比喻大行行人为敌生死，以誓愿为铠甲，啊，护卫本身的慧命，这比喻。啊，还大甲胄以弘誓愿功德而自壮也，于此全同。
意思完全相同。那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，这是菩萨里面很少见的，非常稀有。阿弥陀佛发愿之后真干无界的世界愿愿都实现啊，这个实现是自然成就啊，圆满的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自性里面智慧德相是真因，四十八愿无界修行是缘，因有缘，果报就现前，果报就是极乐世界一真传。我们要问为什么这种修行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啊？我们要这样干行不行吗？佛法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相生，四十八愿是心相，无界修行是心相，啊，我们的心想跟佛不能比，佛是天天想一桩事情，这叫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啊，他就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我们的心是散乱，想了几天没有结果，放弃了，那还行吗？人家能想五劫不放弃，啊，我们想几天就放弃了，不再想了，所以不行。啊，念佛啊，念个几个月，念个一两年没效果，不念了，这怎么会成就？啊，我们要想得到一点效果，那你得知道，至少十年。如果你想一段事情，专想十年，一定有效果出来。精神越集中，效果越殊胜。啊，思想越涣散、散乱，那什么想不能成功？啊，道理，佛讲的太多了。阿弥陀佛表演是给我们做个例子。啊，他这么做能成就，我们这样做也能成就。从极乐再来此界之人，虽于无住卧室，是为凡夫亦有生死。但这至成佛，永离卧道，并生生世世常以续命，不昧本因。这是从极乐世界再来的。啊，我们讲再来人。从哪来？从极乐世界回来的。啊，实际上回来的是他的应化身。啊，他有这个能力。啊，他的本人还在极乐世界。啊，他的应化身在这个世界
也事先投胎，也有生死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八相成道。啊，他在这里表演，啊，表演修行，表演成佛。啊，永离我道。啊，永离我道的因性呐。啊，怎么个理法呢？他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，就没有我道。啊，经上讲得很清楚。贪心感得的是魔鬼，嗔恚所感的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，五戒是人道，上品十善天道。啊，禅定修成功是四禅天。无想定修成功是四空定，啊，四禅八定是色界跟无色界，都没有离开心想啊。极乐世界回来的人，这些心想全没有，所以他永离我道。他是视线在人间的，外表上跟一般人没有两样，里面完全不相同。那而且生生世世啊，常依虚命，不昧本愿。啊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，啊，本身还在极乐世界，啊，经上讲的视线同彼，彼是秽土众生，就是六道众生，下面这一段佛意度生，请看经文：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届时往生其国，悉得涅槃道。做菩萨者，悉令作佛；即作佛已，转向教授，转向度脱，如是辗转，不可复及。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，身彼佛国得涅槃道，当作佛者不可胜数。特显出阿弥陀佛大愿宏深啊！啊，念老注解里的说：“极乐大师能发如是宏誓愿，盖因。”弥陀本愿加为，亦复是本身善随佛学也。这个几句话关在前面好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能够发这样的大愿。像经上所说的
这第一个因是阿弥陀佛加持，借助阿惟越智菩萨。第二个，菩萨善随佛学，普贤十愿里头常随佛学，不但常，他善啊，他很会学，他学到家了。而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这个无量寿佛意，这个意就是本愿。你看佛是什么心？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这是佛性啊。怎么度他呢？都要想方法帮助他们往生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呢，悉令得涅槃道，涅槃就是大般涅槃，帮助他们故国圆满成佛。阿弥陀佛的大愿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们都能体会到啊！都真干呐、菩萨们辗转相教啊！满阿弥陀佛的大愿，这叫报佛恩。下面这就讲的辗转度脱，你看做菩萨的悉令作佛提升了，既作佛已呢，转向教授，转向度脱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教一个，菩萨教我，我教你，你在教他，如是辗转的教，辗转的度，这个效果就不可复起，越传越多。让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小乘大乘度众生类，这六道众生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小注里面这一段不是很长，但是句句都精彩。弥陀的本意，唯愿众生往生彼国，真欢迎，真希望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去？不能去的原因，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扶住。他许可我们带旧业，不能带新业。新业是你现在还在造，那这个说明也习气太重，到极乐世界还会犯这个毛病，犯这个毛病就染污了清净国土，破坏了大众的秩序，这是极乐世界不欢迎的。只要你能够把烦恼习气扶住，控制住了，控制的方法，这个不能不知道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古大德常说：“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”念就是烦恼习气，贪嗔痴慢起来了。这个不怕。为什么呢？你肯定会起来，因为你是凡夫，你在六道里头时间太长了，
染污太严重了，啊，习气自然很深很深。如果这一句佛号你真念，你发狠心去念，啊，一定要念到的是念到能扶住烦恼，这叫效果。啊，我的贪嗔痴慢念头才起来，这一起来，阿弥陀佛，第二句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把它控制住了，这才管用。啊，如果一面念佛，烦恼还一面起现行，这可没用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晓得，念佛的时候妄念那么多，把念佛功夫全破坏了。念佛本来是扶烦恼的，现在念佛的时候还被烦恼全破坏了，功夫不得了。这问题出在这里。于是我们自己晓得自己根性，自己毛病是什么，用什么方法来对治是最有效的，个人不同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这佛号扶不住烦恼啊！啊，我用什么方法？我用读经。哎，读经烦恼少。啊，一部经长一点的经，啊，像《楞严法华》，差不多要4-5个小时。啊，一直读下来，4-5个小时。烦恼就很少，妄念很少。那念佛不行，妄念多。啊，为什么？这里头有意思在，你一妄想来的时候，意思就不见了。啊，这个人善根不相同啊。我用这个方法很有效，啊，我用了60年。啊，每一天。我至少4个小时读经，啊，4个小时给大家汇报，啊，跟大家分享，这个也没有妄念，啊，有妄念我话就会说错了，就胡说八道了，啊，所以我这样能保持，至少能保持8小时，啊，就不容易了。常年这样保持下来，啊，才有一点感应，才能把经典注解里头看出意思之外还有意思。啊，如果心不清净就看不出来了，啊，表面意思都不容易看出来。啊，这是我们在修习过程当中啊所见到的。念佛人不能不体会阿弥陀佛的意思，这不可以不体会到啊，知道阿弥陀佛的意蕴，没有别的，就一桩事情，帮助众生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弥陀本意，唯愿众生生往生彼土的涅槃道，悉皆成佛。啊，心诚之佛。佛度众生，所度众生呢？又皆成佛，成佛之后又度众生，所以叫辗转教授啊！啊，这样子一直传下去，
那个数量就不可复计了。所以经上才说，辗转教授，辗转督徒，如是辗转不可复计。在我们现前环境当中，这个事情应该做。真正弥陀弟子，我们要听话了，就不能不做啊！我自己功夫还不成熟，还不行。有一些好的朋友。可以劝他一起来听经，一起来学佛，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意思。经确实看不容易，听比较容易，听过几遍之后再看经就有味道。那我说意思懂得了，那么现在有光碟。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：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”东西没有什么巧妙，就是书，书透了啊，自己就有悟处。书透了什么？你功夫深呐，功夫深的人烦恼轻啊，智慧长啊，这一定的道理啊。烦恼轻，智慧长，是要靠功夫。我们能够一门深入，所以真正想学，我们要听经，听一部，你就听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，我这是第十一遍。你听哪一遍，就听这一遍去。以前讲的不需要去听，你就听这一遍。越是最后讲的，一定比前面好。这什么道理？学佛年年有进步啊，月月有进步啊。那今天讲的肯定比昨天圆满了。你就懂得这个道理。就听最近这一部，这一部听完从头再听，就听这一部，真听上十年了，你能不开悟吗？肯定开悟啊！为什么？听经刚才讲啊，是伏烦恼的一个方法，你不专心听，你就不听不懂。你就漏掉了，一定要专心。这是摄心的一种好方法，绝对大多数人有效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，如果我们只要念不要听。当然这种根性有，不是没有。他能够专心去读诵，也能够念到三昧现前，
也能够大彻大悟，不过人比较少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没有实现这个法门，啊，只念经不讲经，啊，他没有实现这个法门，啊，也没有开个念佛堂，领导大家去打个佛旗，没有，经上没有提到过，啊，也没有带大家去参禅，啊，佛陀在世啊，唯一的是教学。个人修行是个人自己的事情，佛不管你的，各修各的法门。啊，你愿意怎么修都可以。啊，在理论上、方向上、方法上一个总原则告诉大家。啊，用什么方法修行都可以。啊，是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学习的人还常常在变更呢。今天用这个方法，明天用那个方法，看哪个方法有效。啊，总是多多次的试验，然后才专搞一门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，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也不例外。啊，早就做出种种实现的，给我们做参考。给我们做榜样啊！那我们今天所采取的就是读经、听经、念佛啊，这个方法在现前这个时代特别管用啊，诵经听教有一定的时间，念佛就没有一定的时间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啊，方向目标是一个。断烦恼成菩提。啊，断烦恼就是把烦恼啊扶住，把烦恼啊换掉。菩提是什么呢？就是清净平等觉，我们经题上讲的。首先要修清净心。这是第一步，平等是第二步，心不清净哪来的平等？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觉而不迷。什么叫不迷？凡是障碍心清净的都是迷。这个怎么要懂得？明白之后，所有一切障碍我心地清净的，我都要防范，都要远离。啊，帮助我心地清净的，我要摄取。要懂这个道理啊！辗转度脱是慈悲心啊，也是培养自己的慈悲心。增广自己的菩提心啊，慈悲心。菩提心里面所讲的，直行深心大悲心。
智性是真正，菩提心之体啊，就是真心。清净平等就是自受用身啊，自受用心就是身心。大慈大悲是待众生的，对待一切众生要慈悲，对待自己要清净平等觉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修的、学的，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就是这个。清净平等就不要求别人，要求自己。大慈大悲不是自受用，是他受用，是对人的，不是对自己。辗转度脱，就是今天讲的弘法利生。弘法利生要懂得因缘，有缘就做，不疲不厌。那什么是缘呢？他欢喜听，他能听得懂，他能接受，这就是缘。他肯发心，他真干，他缘成熟。啊，成熟的人多就可以建立道场。啊，成熟的人少，努力就爱。啊，如果这个地区有两三百个念佛人，就可以建道场。啊，李老师告诉我。刚刚到台湾的时候，啊，住在台中，啊，他就用这个方法，到朋友家里面去讲解。以后他把这方法教给我们，啊，星期一在张家讲弥陀经，星期二在李家讲普门品，这讲的不一样。啊，那都喜欢听的呢，哎，他就没常着，就跟着他，在哪里讲就到哪里听。啊，那喜欢听弥陀经呢，每个星期天一次，就专门到他一家。啊，以后确实有两三百人真想学了，大家凑钱买个地方，台中联社就起来了，水到渠成。哎，建个道场就找人，那不像话了。先有人，后有道场建立了，这是对的。啊，这个是顺理成章啊，不费事啊。啊，所以一定是先有人。啊，先有人的方法，就先到处去讲。啊，你在这个地方，天天讲，天天有进步，会法喜充满。啊，加上个十年，道场就自然成就。啊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了，大家尝到佛法味道了，知道佛法的好处，啊，都希望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道场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的发愿，就这样扩张了。越来越大啊！我跟他那个时候，他在台湾讲了十年啊，十年的效果
北部台湾念佛人之多，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大概有20万人，台中莲社的莲友啊，他们登记都有簿子的，有20多万人。我在那里10年，我离开的时候，台中莲社的莲友到50万人啊，所以以后建的有图书馆，都台中莲社附属机构，有菩提医院，有老人院，啊，有2个托儿所，所以办了很多事业。人多了好办事，大家一商量，喜欢好就办吧。啊，没有人就难办事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一定要住在一个地方，才有凝聚力。像我这样到处乱跑，讲的是很多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地方太大了，全世界。啊，那李老师讲进去，他范围没有离开北部台湾。所以他凝聚力很大，啊，办什么事情有的是人，也不缺乏人，也不缺乏钱，那干什么事情都好办，啊，我这个搞法，老师都把我叫去的时候教训过，你这样不行嘞，啊，自古以来人就是一个地方不动啊，你怎么到处跑啊？哪里请就哪里去嘛，现在请是全世界的嘛，不像从前交通不方便的，没法子，现在太方便了。那老师说，这样对你个人成就是有帮助，但是对建立道场没帮助。啊，我跟老师讲，我没有福报，我不想建道场，建道场太麻烦。要管人，要管事，要管钱。啊，我说我什么都不管，都自在。啊，但是总要想到正法救助啊。啊，那就非建立不可。可是这也是缘分。啊，我跟同学说过。我就访问过日本的比瑞山，啊，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山上修行，都是10几年以上啊，不下山啊，他才有那么大的功力，啊，下山之后也通常在1、2处讲经。不是很多地方，啊，所以这讲经说凝聚力量就大了，以后就建立道场，啊，建立个宗派，它有13个宗派，持之又恒，啊，一个方向一个点，这个点再小，成就都不可思议。啊，尤其现在可以用卫星，可以用网络，啊，名声自然传播出去了，啊，真有德行，真有学问，真有修养，跟你学的人越来越多，自然形成道场，啊，绝不要去，我要去想怎样怎样，不需要，自然的，阿弥陀佛没想。没有想建立极乐世界，自然成就。啊，这就是大愿大行，啊，自然的感召。啊，这都是我们应当啊要学习的地方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